您确定吗，大夫？确定什么？确定我没得狂犬病？我确定。不，可要是没事儿的话，您刚才怎么跟那个大夫在那儿嘀咕那么半天呢？您啊，得的这不是狂犬症，是抑郁症。出门左拐，电梯上5楼，心理科挂个号去吧。事，您别跟他一般计较啊。你们家狗没有狂犬病吧？你们家狗有没有病，跟你有关系吗？这件事我全责，你看病去吧。追踪的是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的事件。昨天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通告，指出长春长生生物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着记录造假等行为。今天早上，长生生物发布公告，表示正在对有效期内所有批次全部实施召回。哎，大夫，大夫，我想知道。我的狂犬疫苗有没有可能是造假的批次？我们现在没有确切情况，你如果不放心的话，可以再打一次。不是，那要是打的还是假的怎么办？具体情况请与有关部门联系。不，我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，你们可是最大的电视台。我就想问问您，您那个狗到底打没有打疫苗啊？您的市长热线上访牌号38300号。喂，为你们的遭遇发声，是我们记者的天职。明天晚上10点，25台，准时守着。播完以后，社会上应该会有动静，希望有关部门能给你一个答案。我的狂犬疫苗有没有可能是造假的批次？
明天晚上10点，25台，准时守着。确诊了？什么确诊？现在怀疑你被注射了假批次的疫苗，根据上级指示需要将你隔离。什么？哪来的血？怎么这么多血啊？都是从你身上抽的，你现在是病人，你的血液也需要被隔离，不能与其他人接触。还有什么话要给家里交代的吗？我们给你半分钟时间，会帮你转达，半分钟之后会对你进行隔离。下一个可能就是你。